Gloria 換第三，第三唔該換第三。Gloria 換第三，唔該唔該。Oh.
其实巴拿马产品的
梅赞寺在师尊的坚持下出了很多的医师、会计师还有律师，但他们希望呢将这些宝贵的时间节省出来聆听师尊的开示。所以呢，我们也同样的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在座的每一位贵宾。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法师、讲师、地教堂主、贵宾及同门上帝大德来布施法会。捐赠仪式由长虹雷藏寺代表捐赠1800美元的食品给马拉姆孤儿院，请双方代表上台。Presentaremos una donación para el orfanato Maramo 1800 dólares en alimentos secos.
还是在那个女人啊，女人是真的爱着对方。好的，那你们互相交换礼物吧。恭请圣尊加持净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音乐。圆满吉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市理事长秀明师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崇高之敬意。为其恩慈福普利光明如意功德事，叫做 Via Transmica Gaya San Juan Batista Ciudad Panama， 自诚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亲临主坛，众上师法师护坛，大力金刚悉哉祈福正义敬爱超度大法会，前辈香花灯茶果呈现殊佛妙供，前行敬奉。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法会主尊，南无大力金刚，南无无极瑶池金吾大天尊，南无五方五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百莲花童子，南无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南无中央大圣不动明王，南无大权神王慧济金刚，南无十轮金刚，南无大幻化网金刚，南无护世四大天王，长虹雷藏寺传承诸佛菩萨，金刚龙天空行护法诸天神众，城隍尊神、福德正神、山神、水神、风神、雨神、雷神、本净净主，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佛耶波罗蜜多，福起慈悲灵堂，摄受供养，广赐福慧，福为弟子众等，身居娑婆世界，心悲五浊苦海，六道沉沦，三途凄惨，众生罪孽尤深，三尽业障民众，为其灭罪消灾，乃生忏谢，仰请十方三宝万德千尊，并请护法一切神子光降法庭，布施甘露，立即存亡，超拔包明，各姓门中历代宗亲冤亲债主长生林、水子林、动物林及报名参加之众林，加持报名幽冥众等灵体清净，佛缘增长，听闻法音已开悟，赞慕佛光已超生，有冤俱灭，有仇皆消，人间如梦，莫以迷而不醒，有生是幻，勿以痴而不觉，解脱即可痛苦，心得饱满自得，远离误会黑暗，尽获清净光明，共往极乐之国，同入莲池之邦，秉持阳居众生，共护家祥，
贤瞻进行冤孽化解、罪障消除、身功以及灾患不染、命运昌荣、如意吉祥、前进之诚，共拜上奏，以深感谢，以表以文。真佛宗法王神尊莲生活佛率领众弟子善信自诚进贡。天运2018年10月7日，农历戊戌年8月28日，拜拜上身。嗡嗡，金木勒令法界变十方，法界集集如律令纲。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金刚临处结界，加持书文助其功德主包庇表德。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嗡修罗利修罗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嗡瓦遮那干诃诃吽，南无萨满多摩诃萨，嗡哆哆哆哆得维梭哈。念招请咒：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南无大拜莲花童子，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真佛宗历代传承祖师，奉请法会祖尊，南无大力金刚，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父，南无大幻化网金刚长虹雷藏士，坛城诸佛菩萨金刚护法，恭请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
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哄观相顶礼，回天心散意，二拜诸菩萨嗡阿哄观相顶礼，回天心散意，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哄观相顶礼，回天心散意，四平等一切受。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受益，观相供辟变化无量无边不满虚空。三公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法会祖尊大力金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总共龙天护法通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唵萨瓦达哈达达依达摩咕噜达那面扎那堪毗利耶达耶密。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结金刚合掌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唵摩利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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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摩利兰遮利。念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真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夜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金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主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藏佛，印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真一光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金净宝颂佛，下方善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朱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地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
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悉佛世尊，即说昼夜，离摩离摩地，鸠摩鸠摩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迦地，真名称地，娑哈，离摩离摩地，鸠摩鸠摩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迦地，真名称地，娑哈，离摩离摩地，鸠摩鸠摩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迦地，真名称地，娑哈，离婆离婆地，鸠摩鸠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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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罗尼地，尼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迦地，真名称地，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利摧者，汇入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欲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佛坚信者，专攻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真经中，共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哩哆佛比，阿弥哩哆悉达佛比，阿弥哩哆毗迦兰帝，阿弥哩哆毗迦兰哆，迦毗哩迦迦那，智多迦尼娑哈。首先，莲花童子手印，观想莲花童子三观加倍。
持莲花童子心咒20余遍。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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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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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受解大力金刚手印，先观空，遍观空咒。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汉，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汉，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汉。观想如的八字生出莲花，莲花中有一个日轮，日轮中有一个蓝色的空字。观想后字放鸾光，显现出一尊大力金刚，一面四背三目，身蓝色，左腿伸直，右腿屈，黄金色的法上束，以舌束法，口中露出獠牙，身为虎皮裙，顶戴日光衣钵，顶饰为阿弥陀如来。右边第一只手持棍，右边第二只手持佛尘，左边第一只手持金刚手，左边第二只手结即刻印置于胸前。此尊大力金刚像蓝宝石一般，由蓝色的红字放光四射，照请宇宙诸尊，再放光直照行者自身。行者自身一时变化为大力金刚。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演化西灾祈福增益敬爱超度大手印，众人虔诚唱诵大力金刚心咒及敬鬼咒。So
19500公里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1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1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住持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利利主，十方世界佛刹成树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故教金刚空喜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圆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齐庆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持诵常寿佛心咒21遍。持咒：嗡阿玛尤尼诸文帝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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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玛尤尼诸文帝耶娑哈。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弟子众等愿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作众回向。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同修化吉，道心坚固，请加持，病业消除，资粮具足，加持敬爱圆满，降服一切的敌魔魍魉，让他们退散，请加持所有的善弟子能够精进勇猛，能够美丽修法，能够修法得到力量，能够放出吉祥的光芒，能够让果位日日的增上，能够最终成佛，祈请大力金刚护持巴拿马长虹雷藏寺宝华同修会以及这一片土地所有的人民，让佛法的光明能够普照。大力金刚请加持，一心祈请加持这个国家，这个土地，这里的人民，一切吉祥安宁。大力金刚、田螺神、赛螺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请大力金刚接引这里的幽冥众往生清净国土，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愿一切障碍退散，愿敌退散。问，Satoma Hompei Om Pecha Satosamaya
Enu Panicha, Zezo Mepawa, Soko Kayu Mepawa, Soko Kayu Mepawa, Anuranto Mepawa, Shawa, Sidi, Mepora Yatsa, Sawa, Kama, Sutta Mejitamu, Sidi, Guru Ho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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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一礼，回听心散意，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一礼，回听心散意，三拜诸佛法金刚，嗡阿吽观想一礼，回听心散意，是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法王圣真脸生火佛加持法会吉祥圆满。恭请无上法王圣真脸。
他的这个左脚是深的，右脚是曲的，黄金色的华上树，以蛇来树华，火中落丝燎牙，身为鱼禽，顶在日光璎珞，顶视为阿弥陀如来。啊，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阿弥陀如来的化身，他有好多的化身，是很多尊集合在一起，在密教里面很多尊集合在一起变化出来的。第一个，他是阿弥陀佛的变化身，因为他手中嘛有哪种红尘，手中哪种红尘，他又是瑶池金母的变化身，也是瑶池金母的变化身。他手上啊持着棍，这个棍呢、啊、是专门这个打击魔鬼，打击魔鬼棍啊，棍。米字切法就是中间斜，就是一个米字。一、二、三、四，就是米字切法。这个就是棍，棍是代表什么呢？啊，莲花童子。他的这个左手呢，第一个拿着金刚手，金刚手，他本来就是大力，金刚手是专门锁魔的，把魔鬼绑起来，这个锁了，也就是大力的意思，就是大力士者。代表着地藏王菩萨的大力士，那么他又结奇科印，奇科印，奇科印呢、啊，很多的金刚神大部分都是持这个奇科印，像大威德金刚一样。它有两个大威德金刚上面有两个角，啊，这两个角就是降服敌人的，它也象征了，它又有几个身呢？也象征了大威德金刚，也象征了大威德金刚。他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身集合在他手上，所以这一尊修法能够相应，等于就是相应的阿弥陀佛，相应的瑶池金母，相应的莲花童子，相应的地藏王菩萨，相应的大威德金刚。那这一尊呢、啊，大力金刚，他也可以讲，因为他在师尊的当初的时候，地藏王菩萨把大力士者送给师尊，作为师尊的护法，那
那么他在我的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上，右手大拇指上有一个点，我的右手大拇指上有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大力金刚。我自己看得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啊，平常的时候你修复法，因为他誓愿守护出不了守护守护我们这个法。晚上
睡嘛，对不对？晚上大家睡，睡饱了，中午的时候睡半个小时，其他时间呢、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是华人的、啊，我们讲华人，华人是最勤劳。以前的华人，在巴拿马的华人都是最勤劳，勤劳出了名的，睡半个小时够了，其他时间我们可以做生意，啊，做买卖做生意。我相信巴拿马的华人大部分都是很富有，都是有钱人。这个贫富非常的悬殊，但是现代的巴拿马的年轻人会稍微有一点跟巴拿马人一样，年轻人，我是讲年轻人，啊，我看得出来，年轻人不会像以前的这个唐人，就是华人呢，那么勤劳。他不会那么勤劳的，他们只想啊，这个不想赚大钱，啊每天上班，啊每天来上班，啊下班，跟巴拿马人一样，那一种现象出现，所以华人呢、啊，应该有华人的精神，我们勤劳是第一个。还有啊，还要勤劳修佛，勤劳念诵。啊，据我所知啊，据我所知道，啊，我今天早上，哦，我们讲在宝华雷藏寺状况，在去宝华雷藏寺的那一天。那一天，在宝华雷藏寺的时候，宝座上我有讲，我们有听到哦，宝华雷藏寺哎，差不多了啦。车的声音在我们的走廊，从很远的地方这样子开过来，开到我的房间门口。有听到的举手。啊，师尊也有听到，战车的声音呢、啊？我说我耳朵有没有问题？我居然听到走廊有战车的声音这样子，哦。开过来，我特别还听到那个炸弹爆炸的声音，那个嘣嘣嘣那种声音，非常的强。我听到有人在叫，那个人的声音是讲西班牙文的，西班牙那一楼啊，听说只有住着我们这个。我们上师跟法师，还有几个同门，没有别人住的，一直在我的房间门口讲话。那我以为说哦，没关系，那个战车的声音是因为他们晚上
啊，在用吸尘器，吸尘器的机器在清洁走廊上的，我是认为是这样子的，不然耳朵我是想到我耳朵有没有听错？明明是战车的声音，听它的轰的声音的时候啊，我想说啊，大概他们是在这个吸尘器，大型的吸尘器在吸地毯，这样子开过来。第二天的早上要去这个跟宝华的时候，我先修法，我修法了，我的沙发有声音响出来，我前面的落地窗有声音在响，我后面的旁边的电视那里也有声音响出来，我后面的也有声音在响。奇怪，声音怎么我在修法的时候他们就响？我就定着一眼睛一看，哇，密密麻麻的人。今天早上也一样，我告诉你，今天早上也一样。今天早上我修法的时候，一样这里响那里响，左边响右边响后面响前面响。沙发不应该产生声音的吧？没有人坐啊，落地窗也没有人去动啊，这个电视那边也没有人，也没有人啊，后面也没有人啊，只有我一个人啊。那些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以前呢、啊，这个叉叉常来这里做操作。你们为什么没有去？啊，为什么没有被超度？反而你们来找我做什么？他们讲，有没有去参加那个超度？但是呢，周围啊，他的周围啊，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他的周围也是密密麻麻的，那跟我们一样的，那周围的都没有办法超度我们，还会超度吗？还能够被超度吗？所以我们就回来啊，看他们也看到新闻啊，新闻有报道说世尊会，他们也看到，所以他们就找上我。我就叫他们，跟他们讲，那你们今天就来参加法会，我特别的念了几次，把这个这里的幽冥众接引到往生清净佛果。因为叉叉的身边呢、啊，也是一样跟着那些东西，所以他们讲说，他们来一看，他的周围也是那个东西，他们也是那个东西，那如何超度？他周围的都没有办法超度了，他们怎么能够被超度？就是这个道理。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我昨天早上我从修法的时候，他们在周围；今天早上修法的时候，他们也在周围。今天借着大力金刚的蓝色的光明，阿弥陀佛的能力的他的法力，把他们全部接走。
望呢，这个以后这个长荣雷将士跟宝华雷将士。都是清净的博士，就是完全清净的博士。啊，不会再闹鬼患，啊，不会再闹鬼患。我去了宝华雷藏寺以后，我有点感叹。有一个感叹，这里都是平房，到处都是绿色。我讲一个笑话，大家听一下，也不是笑话了，就是事实。那么有一次呢，我跟很多的这个有钱人一起吃饭，他们都没有钱，都是富翁。啊，吃饭呢，同桌吃饭，我问他们：你们这么有钱，你们的理想和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啊，他们就讲：等在奋斗几年以后。就要到乡下农村的地方啊，买了农舍，养些鸡，养些鸭，养狗，然后呢种一些野菜啊，种一些这个青菜，种一些青菜，有时间的时候钓钓鱼，有时间钓钓鱼，有时候呢，秋天可以采这个玉米，冬天的时候可以尝看雪景，但是雪景这里是没有，啊，雪景是没有，钓鱼是有。这个没事的时候啊，约几个朋友打打小牌，喝喝小酒。吹吹牛皮，这个农村的生活多么美好！我一想，就打到我的心里。我去到宝华的时候啊，我发觉那里的生活就是最理想的生活。老了做什么呢？就住在宝华最好。买一个小屋子，自己后院呢种一点野菜，养个鸡呀，养个鸭，对，每天呢我可以看着这个太阳日出。太阳下去，有闲的时候啊，拿着钓竿到旁边的河水去钓鱼，对不对？这就是采集与冬理想啊，悠然见南山，悠然见南山。那边很平啊，有南山吗？有山有水。有钱的每一个都希望老的时候过悠闲的日子。那个宝华那里的住在那里的人，每天真的是，那个是有钱人的生活。钓鱼呀，养几只鸡呀，几只鸭，对不
对不对？每天看日出啊，看日落啊，啊，我知道，宝华那里也有很多河流，有很多的河流，啊，弯来弯去的都有很多，非常的多。那您的鱼啊，一定很公平。啊，我们每次钓鱼的时候要念往生咒。再钓鱼，念往生咒再钓鱼，钓起一只就要念一个往生咒，钓起一只呢，也是精进修行，也帮那些鱼超度。你看吧，这些有钱人都想到山下去买。经过悠闲的日子，师尊也是这样子想的。啊，师尊是，师尊不是有钱人呐、啊，师尊不是有钱人，但是呢，我也是这样子想，将来老了，啊，不能够说法，现在还不老吗？将来老了，乡下的地方，或乡村的日子，多么悠闲。你看在都市里面哦，真的是凄惨。车子一过，我会看到哇 ，casino， 完了，这 casino， 你知道吗？我们古时。我们比较早一点的人，早一点的老人，这个唐人呢、啊，我们讲唐人，这个华人，老一点的，老实一点的还不会，真的，你说去了 casino 就会变年柱了，一种习性非常的难改，就是赌。那希望大家啊、哦，不要去开心了，没有什么意思。你要去开心了，喝喝小酒，打打小牌也算，也算是好的了。去开心了就完蛋了，啊，千万不要去赌。我们老华侨很多都喜欢赌钱的。我所知道的长鸿雷藏寺是这样子，以前长鸿雷藏寺非常的兴旺，非常的旺。隔了一阵子以后，就变成越来越萧条。即我得到活菩萨的指示，活菩萨跟我讲。哪一个人当了理事长，拥护他的人都会来，没有拥护他的人不会来，有没有这种现象？我菩萨跟我指示哦，他说哪一个人当了理事长，跟所有的理事，他们都会来参观雷藏寺。其他没有当理事的，没有当这个理事长的家主，他们就不来。换了别人，换这一批人不来，另一批人来，又换了一个理事长，又换了这个一批人来，一批人不来。还有长鸿雷藏寺的人很懒，懒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来雷藏寺了，在底下吃饭就走，在一楼是吃饭的地方吗？是不是？一楼我还没有进去过呢，就一楼吃饭的地方，吃完饭就走了，
三楼他不上来，因为上楼比较高，要走很远的路，不上来礼佛他们就走了。他们有电梯嘛，但是电梯不太安全了，那个电梯经常会坏啊。
这也难怪，这也难怪。但是 我想问一句，你们在家里有每天都修一次法的举手？长虹的战士，然后我们这一楼只有两个人，啊，三个，四个，五个。每天都修法，每天都修法，还是少数吗？还是少数。对了，这大家生活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至少要半个小时，抽出个半个小时的时间修法，因为我们学佛总是很重要，听到佛法。你要去想这个佛法，要实际上去用，要实修，这才是真正的。听说那个这里那个盛产咖啡，是最好的咖啡是在这里巴拿马，好，哎，宝华，还是宝华，跟你们讲一个咖啡的笑话吧。那一天呢，我跟他在一间咖啡厅里面，第一次的约会，而我第一次有心动的感觉，就是他。我心里是这样子想，然后我们顺利的交往，但从那次以后，我心动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很彷徨。我回到当初呢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我点了咖啡，在思考，回想，恍然发现，原来我是喝了咖啡，然后越心急。啊，听得懂这个笑话吗？听得懂。这是咖啡的笑话，喝了咖啡。第一次约会，我发现这里的年轻人哦，看起来年纪轻轻的，还有年轻的少女，看起来年纪轻轻，他们都很快就，结果这些年轻人每一个都已经有结婚，每一个都结婚。可能因为是喝咖啡的关系，那么年轻就结婚，几个年轻人问起来，都已经结婚了。那天上来一起跳舞的，第一天有没有影视院上去跳舞那些都年轻人，他们都结婚了，他们早结婚干什么？要好好修法。等修佛法有了成就再来结婚呢、啊？怎么那么早就结婚呢？那些小姐也都结婚了，我看是喝咖啡的吧？每个人都心动了。也有一个咖啡的笑话，那个太太问先生：“你当初跟我约会的时候？”你都有心动，你说讲说你心的跳动都有心动，
那你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还有心动？那先生就回答：其实我很早就没有心动，心就已经不能动。那太太就问先生：为什么现在没有心动？他是讲，当初见到太太的时候就小鹿乱撞，对不对？小鹿乱撞，心动了。那个先生最后回答：因为结了婚以后啊，小鹿已经撞死了。小鹿已经撞死了。所以我们这个阿拉马的年轻人，他们长得很英俊的，好几个年轻人都长得很英俊，女生都也是很非常的美丽。该修法有成就以后再来结束。我是这样子建议，我是这样子建议。接着就挂上电话。这个不死心的老王呢，又打了一次电话给客服中心。小姐你好，你们的提款机故障，他一直在吐钱。三分钟以后，提款机的维修人员就急急忙忙的出现了。我来巴拿马发现了这个现象。像我在那个宝华连上次所讲的一样，这飞机啊延迟再延迟又延迟又再延迟，什么原因呢？那边的规划说那边有打雷下，有打雷下。我们去到那里一问，根本没有打雷下，天气很晴朗啊，是前天打雷下，不是今天没有打雷下雨啊，没有啊，那什么回事？我告诉你，因为这班飞机等于是计程车一样，它要叫到客人够本了才飞过来。我告诉你原因，我不是要告诉我，不是我，因为那一班飞机要飞到巴拿马，从这个麒麟地到威巴拿马，里面没有几个客人，没有客人飞的话就亏钱，所以不飞。
等到有几个客人了，差不多够本了，他们才飞过来，他们才飞过来，来这飞过来，在我们这一批人再飞过来。为什么从麒麟地飞到这边的时候可以提早？不用5:30，他就可以提早飞。因为我们人都到齐。来告诉大家哦，这也是巴拿马的一个包机的，我们包了几点起飞的，他就在等那边有人上机，多赚几个人的钱也好。非常的现实的，这是我告诉你，我找出来的理由，不是我找出来，是波菩萨告诉我什么原因，而不是机长啊，昨天被老婆打，所以他不会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巴拿马的总统呢，不要太现实。不管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只要是他是信佛的，我们多度一些众生。几个人也好，不能老是让他没有人。花姐，我有感觉，今天来的人最多，啊，那么平时来的人三三两两，而且人呢，好像越来越少的现象。今天的很多的生命孔。也是以前的熟面孔，今天才出现非常的多。对不对啊？以前为什么没有看到你们呢？你们一定是在家里修法，没有来别上市是吗？不是。不是雷藏寺本身生锈，所以我们要保持这样子的，每天很多人都来雷藏寺，都来长弘雷藏寺，这才叫做长弘啊，你不是短弘啊，你不是短弘啊，一段时间很多人来，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来。一段时间就剩下这个庙公在这里，庙公庙婆啊，不能够这样。我们每天也可以聚集很多人在这里同修，这里现在有规定同修的时间吗？礼拜天吗？人来的都不多。能来10个，八个，越来越少，应该10个、12个、14个、20个，越来越多才对啊！来个10个，下个礼拜来个8个，再下个礼拜来个6个，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剩下1个人在。有没有说礼拜天没有人来重修的现象？应该都不会，因为有几个时间它都是固定每个星期，3、4个都一定会有的。如果真的是很少的时候，这里这个连长是有住的。
所以请大家务必请大家啊，注意一下，就是说你所认识的朋友都全部带来唱红雷战士，
就是你必须要有菩萨慈悲的精神，主动的去关怀没有来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来？很久没有来参观圆藏寺，这样子同心同德，互相关怀，正是我期望参弘雷藏寺本身的精神。今天来这里也要谢谢大家啊、哦！哎，这个感谢这个长虹雷藏寺跟这个宝华啊，宝未来的宝华雷藏寺、哦，他们两个都招待的非常好啊，祝你们吃的。还有，我告诉大家啊，我到了巴拿马。喝到我这一生当中最好喝的豆浆，那个妙华啊，妙华师姐，妙华师姐，她煮的豆浆很用心的去煮，是非常浓啊，非常的浓，那个豆浆很浓，非常的纯。又非常的香，真的是浓醇香。这一生当中最好的，我觉得我来这个巴拿马这几天呢、哦，大家
供给我的这个饮食啊，我只要一直住下去，我就会变成巴拿马人。会那么胖，可能是你们养的，可能是你们养的哦，你们把他们养的那么胖。我是听说了，我是听说他每一次吃面不是只有吃一碗，而是一定要两碗，一定要吃两碗。你看妙华在点头。真的是吃两碗，吃很多的，他的食量很惊人，所以人会胖一定有原因的啦，一定是吃得好，睡得好，玩得饱，他才会胖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要勤于修法，要精进于修法。另外还有很多，那个他们请的这个保镖啊，请的保镖保护师尊的啊，谢谢他们，谢谢他们。两个雷藏师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都有保镖，都有警察人员。啊，都有交警指挥交通，啊，这个是很少有这样子，很少出去弘法很少有这样子。这是明天回来。另外，啊，另外我在机场碰到这个吴师兄吧，是姓吴啊，啊，这个他来接师尊的，他到机场接师尊，也很感谢他。范师兄啊，从头到尾啊，一直都非常的大气，非常的大气。另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像这个妙华师姐，她一直都是在饮食上照顾的非常的好。真的是要闻思修啊，听到了佛法知道是好，你要去想这个是很好的佛法，你必须要学习，将来会离苦得乐。佛法最主要是了你一生最重要，而且你可以成为佛菩萨金刚护法，功行中天，一定可以离苦得乐。佛法的它本身的目标就是离苦得乐，你可以得到永远的快乐。要在人间受苦，其实像这个雷藏师就已经给你答案了。你可以这样子想。你自己如何去面对你自己的生命非常重要，这个雷藏师就给我们答案了。这个屋顶，三楼的屋顶，你的目标要高，我们人生的目标要高，屋顶就是目标要高。这里的电风扇在吹着，你要保持冷静，你要保持冷静，你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要保持冷静，
就是我们的静坐，就是保持我们的冷静；入三昧地，就是保持我们的冷静。电风扇在讲，电风扇。我们家里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时钟嘛，都有表，都有时钟嘛。要珍惜活着的时候的光阴，要珍惜。我们家里也都有日历吧？你有挂着日历吗？家里？啊，今天几号？7号。今天已经是7号，那你要日新月异，这个就是要怎么样？要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进步，每一天都在进步。你的修行一样，每一天都在进步，没有一天是停顿。所以时钟告诉我们，每一天都要进步，业力告诉我们。每一天都要进步。你身上有没有带钱包？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带着钱包？钱包已经告诉我们了，要量入为出。你收入多少，不要支出太多。你要存钱，我们华人最会存钱的了。华人是最会存钱的。就会量入为出，你进来多少，出去少，进来多，就镜子，你家里的镜子也会讲话。你要常常每天反观自己，想今天呢，我是佛教徒，我今天有做错什么？有没有守住佛教的戒律？这是重点。你今天是不是做了善事，还是你今天造了业？每天都要看着镜子讲话，镜子已经告诉我们，你要反省自己。你家里面有电灯吗？有啊，电灯就是要照亮别人，照亮自己，也要照亮别人。你心里也有一个灯，这个灯是要去照亮别人，这个佛法的灯你要去照亮别人。你知道吗？我们的房子都有四面墙，你要担起佛法的事业。我们所有的理事长，还有所有的理事，要担起佛法的事业，要把它承担起来。佛教徒就要承担佛法的事业，这是一个重点啊。墙壁讲的啊，他要扛起重担啊。今天到了这个长隆的上师跟大家所讲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佛的弟子。要承担起佛的这个担子，佛教的事业，而不是只做你自己的事业。你是佛的弟子，你就要承担自己本身的事业。还有告诉大家，请大家这个加入这个正佛波月藏的会员，啊，正佛加入正佛波月藏的会员是免费的，是完全免费的。啊，希望这个巴拿马的所有的佛弟子都加入正佛波月藏，然后知道。现在出过了书啊，这佛中
现在有什么新的事情，有什么新的事，都是在正佛慧业藏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正佛慧业藏不是魔力的机构，啊，希望大家免费加入会员，我们那边以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根本和众上师圣真言，生活宝贵的法语。现在我们恭请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大众做大力金刚法、大力金刚净轨法、大观化王法及环境法灌顶。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先把自己坐的椅子叠好。我们呢，灌顶的路线是从电梯这边的门口进来，再从另外